作战的不够高吗？我笑的脑壳疼。别的组都说了，你们组怎么这么逗？除了陈哲轩，我一个人显得格格不入。我感觉我一个人就是，你知道那种画面吗？我是黑白色的，然后你们在啊，然后我啊，你看他现在画风不是这样的。我不忍。这首歌的话，王丽娜还有田金凡，就很难想象你俩唱这首歌。什么？我可以很悲伤的。我们也是有故事的女生。田金凡先来吧。说我保护他的梦。手不要，不要手，不要手。对对对。手。手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。不要手。不要对她这样。不要这个，这个太老了。不是，你是没有这个手，你唱不上去是吗？有点顶不上去。要这样，也不要这样。你可以在这儿，手可以在这儿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。啊啊。一天也没。他给的永远。田金凡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再来一个。不要闭眼，闭眼太土。他给的永远。哎，金宇，你说怎么？没事，现在音不重要，表情。但是能不能别一直朝这个方向？你就太固定在这儿了。你可以看着镜头，对，目光可以往下45度看，仿佛你在思考。哦，放空一点，您再唱一下，笑微微皱点眉。OK。他给的永远不重。可以，你看前面比较自然了，好，有进步。哎，谢谢教练。哎，想想我要穿裙子，我就想哭。刘梦都穿了，你为什么不能穿？她是个少女心。那你呢？我内心感觉自己是个男的，谁谁？把自己当成一个女孩子。对，把自己当成一个女的啊。哦，我是个女的。教练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，就是这种比较有情绪的歌，唱的时候一般情绪要怎么给，然后才能显得这首歌你唱的时候会比较有感觉？对，细节，陈哲轩会啊。我觉得这首歌特喜欢你，真的吗？他的细节处理也特别好啊，就什么时候该用假音，什么时候该用真音，他有一个就是起伏，对，有一个起伏，就前期是要铺垫的，第二段副歌很重要，这块不能特别大，就是要控制自己的声音和气，完了到最后那个再起来高音，我觉得这一段特别重要。教练，要不你先给我们就示范一个，然后你就说你觉得示范一下，我们咋示范？示范一下那种悲伤的感觉。悲伤啊。那情绪啊，哎，我好像那教练。那比如说可以第一段就是，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。完了第二段的时候是，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。哇！完第三段就，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。哇！这是一个三次的，就每个音域的，对对，层次好吗？情绪的递进，不然你只看到了颤音吗？就是对，第一段就是。用那个假音来，我觉得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唱歌习惯。我的习惯就是说我是一个小偷。啊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也是这样。那我咋没听出来呢？大家都是这样，这样教练。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在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情绪了，觉得大家都走进这首歌了，所以我还挺欣慰的，然后也觉得这一次很安心，很有自信。